其实哦，台湾人的品格呢，还是要让人竖起大拇指说声赞。这是新北市的一名粗心的机车骑士，他不小心把身上的皮夹跟千元大钞掉在马路上，只见钞票是满街飞舞，一旁的路人赶紧上前捡钱，就连汽车驾驶都来帮忙挡车。重点是没有一个人私吞，大家都把钱给交回去。那么这名机车骑士也被网友称作是最幸运的掉钱哥。大马路上突然千元大钞满天飞，一旁的路人、机车骑士赶快捡，连汽车都停下来帮忙挡车。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民众，连钱掉了都不知道。这边那种钱满地一直飞着。大概有几个人下去捡？我差七八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马路上七八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有台湾人也有外国人，就在马路上追着千元大钞满街跑。没过多久，糊涂的失主骑着机车着急跑了回来，看见自己的钱没有丢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好心民众的帮忙，让他不用蒙受重大损失，也能感受人间处处有温暖。